文志豪，吴俊卿，漂亮的一个配合，文志豪塞到了中间，应该是空档了，有了 ，Goal！陈浩伟正攻啦，打很攻呀，很来啊，打很攻啦，这波内段的时阵，果然啊，回到了中路的位置，马上就接到了队友传球。这球没话说，下半场中华队试过了两三次这样的进攻模式，果然还是要靠小组配合。好球！再来看一下，又是温志豪的助攻啊，精准的找到了陈浩伟。所以说这个进球呢，至少占了大部分的功。